本场比赛经过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三回合2分41秒 TKO 获胜 and your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one by technical knockout。哎呦，漂亮！哎呦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漂亮！哎呦，顶膝，一膝就够到对方的下巴。哎呦，而且这个，哎，对，你看，哎，哎，有很好的机会，哎，岔气了，啊，刚才是个肋骨，还以颜色，啊，漂亮，哎呦，小心这个冷拳啊，还持续的攻击这个米兰的右侧的肋骨，还是往那儿来，对。哎呦，很聪明，换了右膝顶到左侧，另外一侧的膝顶进去了。对，这一下应该呼吸会很难调整过来啊。